子游戏，亲子游戏，大熊小熊走钢丝。熊爸爸要带着小熊去找长颈鹿姐姐啦，小熊高兴极了，一蹦一跳的。哎呀，不好，前面有个悬崖。不怕不怕，爸爸带着小熊走钢丝过去。大熊小熊绳上走，小脚小腿抖一抖，腰和屁股扭一扭。哎呀呀，小心呐，可别掉下去。加油啊，往前走，脚站稳，身前倾，小步小步往前走。大熊和小熊成功地走过了钢丝，瞧，长颈鹿在那里呢。